从旺中并购案到一传媒交易，投资中国的红顶商人对台湾媒体掌控渗透的现象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的新闻要进一步带您看到中国歌曲排行榜，简称中歌榜，预定这个月月底要在台北小巨蛋举行颁奖典礼，不过因为奖项有矮化台湾之嫌引发争议。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官方的审查还没有核准之前，大陆主办方就已经抢先公布颁奖典礼要在台湾举行，甚至呢还有大陆的旅行业者搭顺风车大肆宣传中歌榜的台湾套装行程。这让立委质疑，为什么大陆能够如此笃定这个案子会通过？中国歌曲排行榜是否来台颁奖，台湾官方审查还没通过，却早在一个月前就有大陆旅游业者公开贩售中歌榜跨年之旅，官网上还大辣辣写着12月4日报名截止。但在大陆旅游团报名截止日同一天，台湾主管机关才刚要召开第二次联审会决定是否放行。在台湾还没有开联审会之前，中国就发布新闻说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很显然的是霸王硬上弓的行为，这是非常的不适当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比照这个模式，所有在台湾举行的活动呢，完全不必尊重台湾的主管机关。中歌榜因为分内地、港台两组颁奖，引发矮化台湾主权争议，没有通过第一次审查。台联立委赶在明天第二次联审会召开前，叫来文化部、陆委会、移民署专员，要求主管三机关表达立场。因为他的奖项，他是区分内地和港台两类了。对，对对对，我们以上也看得出来，就是像如同刚才那个移民署的代表所报告的那个事情是一样的。依照他这个审查程序，的确是没有完成补件的话，我们是有权利不予通过的。台联立委要求主管机关驳回申请案，也扬言，如果明天联审会结果出炉，依旧矮化台湾主权，一定会到场抗议。新唐亚太电视陈辉瑶、张之轩，台湾台北报道。